你就是持续了吗？就是一到三大家啊，去年就好。你是因为骑摩托车吗？骑小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如果我想画这个图，我要怎么办？可以吧？要先变成可以算的了哈。对。先变成 x 加几的二次方。OK, good 。不错，你们已经开始有在动脑筋。好。所以呢，我要想尽办法把它变成。好，那我要想尽办法把它变成这一种模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什么？这样，对了哈。X 加什么？要有符合一个好题，可以吗？可以。OK 吗？有跟上吗？有。跟上了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，有礼貌，嗯。不像我们班的，就直接就是吃。你们还会说谢谢老师？还有吗？老师的桌上有两罐，我昨天扫地的时候看到。你转成在外啊？我没看到哎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习惯去的地方，然后看到这个东西，就觉得。习惯去哪里啊？你东西藏起来啊。然后就喂。今天该几天？老师还有几天？小黄总可以吃一点。好，这个，那我怎么把它变成这样子呢？我们稍微。老师，我爱你。好，小月。好，来，我们的目标是目标是要把它来 OK， 目标要把它配成那样，对不对？再听一次哦，好。对，填空格。所以目标是要把 x 二次方加四 x， 我要配一个什么？我要配一个什么，然后就可以。要变平方，所以上面要一模一样，所以 x 然后空格 x， 因为这个乘以它等于空格 x， 然后空格 x， 那这个当然是 x 二次方，然后这一个不太一样，然后这一个应该就跟这一个一样，对不对 ？Why？你这人做代志不信你，我选错人。你应该选我的，你应该选我的。我在看着你。我给我擦掉呗。好啊。你给我擦掉。你给我擦掉。你给我擦掉。好。好，这想法是这样，就是 x。X 加 X， 来，还在吃？不行，加心上来写。我要写。X 加三乘 X 加三，我就是不要给你们写，要给加心，他结果全部丢进去。我本来要找他，想让他先适应一下，先让他适应一下。其他人在笔记本上面自己写，赶快。这样子好啊，赞啊！其他人用笔记本自己写。其他人自己写。他可以再加五颗，还有那个敏璇，还有，因为他们两个平常很辛苦。他不喜欢吃是不是？你不喜欢吃是不是？好，你也可以，对你也可以。你不行。我也可以，我刚才有跟你讲一个。哪个？我刚才有嘴巴好东西不要讲话。好。首先。他写错了。为什么是加三等于三呢？三加三等于三。这以上来改，错在哪里？等一下，你回去。等一下，你回去，青木。你看看他错在哪里？你回答对可以再加五颗。你知道他错哪里要去改？你看得出来吗？你去改。没关系，错我又不会叫你吐出来。
你看看他写的，对不对？刚刚我出题目嘛，对不对？叫他把它乘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这个写法里面有一个小错误，他错在哪里？不要，机会是有一个地方有错。对，在哪里？那个三要变成，再一次机会。那个三要变成，那做乘法是怎样呢？哎，同学，那那剩，比如说63乘以25好了。哎 ，OK。再拿五颗，自己用倒了倒五颗，自己倒。毛，我把你。他不好意思啊！哦，我好厉害，一次五颗哎，还一颗红的。手啦。好。他红色只是唱曲而已啊。所以那个红色只是红色少吃啊，因为它色素啊。但是我们喜欢。我们喜欢鲜艳的颜色。我们喜欢鲜艳颜色，所以它加一些红色进去就很好看了。蓝色吧。对对。像尼亚也是啊。对，一样也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你都是白的，就没有让人家有食欲的感觉。糖果，你看都会有一个白的。说到糖果，少吃糖果，那个糖果都是用，听说都是用猪油，不是？猪皮，就是软糖，就是你们吃的那些糖啊，都是用猪皮去做。用猪皮，很可怕，都不敢吃，很可怕。就是你必须去吃那一种，比如说你去吃蔗糖，然后就是真的用糖去做的那个才是。如果你是吃那些软糖什么的，它是用猪皮做的。哎，这个又是一个故事。好 ，OK。首先这里应该是多少？那做乘法，来同学，那做乘法，先那稍微复习一下来，535嘛，对不？然后5630嘛，对哦，哎，加一嘛，31，再来练完这个嘛，所以23得6，来26。电管这是用乘法算对不？你算了了，哎，看这是用什么运算？加法，很重要哦，了解吗？乘法是安尼嘛，那是除法都不敢看嘛。你这乘法乘完的行，因为一五乘它的二乘完，乘完之后是要并一并嘛，所以这是加法。了解公式哦。你若是做除法就无啥共款，63、25，你加的是偌济？除法的感觉是我一次拿25，你要拿几次，对不对？是拿走的感觉，除法是拿走的感觉，所以这里会放二，你要拿走两次，拿走两次，所以这里是什么运算？减法。这里是减法运算，懂意思吗？好。很重要。除法是拿走的感觉，拿走两次，所以这边会剩下13，所以除法你在算的时候过程当中是做减法运算，但是如果是乘法的话，这里会是做加法。OK， 所以关系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六怎么来呢？3加3，这里三，这里三，但是这边会是多少？这边是多少？了解公式吗？所以，请问一下，哇，这空格要放多少？2。为什么是二呢？怎么算呢？4的1/2。对，四的一半，这样是比较高招的讲法。好，这个的一半。啊，这哪安尼，这是同款。按个这个无同对不？这个得要22得，这个22得。所以，你是不是爱补这个？按个你讲平白无故补一个物件，你是不是爱扣掉？了解公式吗？啊、你补好了，这个就是啥？这个就是电管这个乘下来，对不？所以它会等于多少呢？它会等于 x 加2乘以 x 加2，对不对？所以就 x 加2的二次方。啊，你这个已经补进来底啊，对不？所以讲后边还有一个啥？减四。来，同学把这个写一遍。后边一个加3的呀。这个不用。对齐写好哦，对齐写好。我这个写还不够好。就是等我一下。这三个把它合体就变成 x 加2的二次方。先把这一个写好，你的问题。加三没有不见，我加三没有理他哦。我只有对谁做而已，我只有对他做配方。
那个加三就是先不管它，因为我在乎的是 X 有没有被我弄到平方里面，对不对？我在乎的是它有没有把我弄到平方里面。我啦，嗯，我爱他。来，对齐写好，字要写好哦。字。好，那个。跟上，哎，不可以，东西绝对不可以用丢的，他可以走过来拿给你，或者传过来给你。哦，嗯，好。自己好好的写好，慢慢写，就是你要很清楚自己在写什么，要非常非常的清楚。然后我们很快的练习一个。很快的练习一个 ，x 平方加。然后这一题你自己写，这样。来，这一题自己写，练习一下。写在笔记本上，就是我们慢一点，就是不急，把这个稳住，把这个稳住。好，不要再下去了，停在你脑海里面就好了，赶快把它丢到脑海外。好，黑板那题要写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了？我这边有个痘痘，然后不小心按到了。好，先不管它，先不管它。很痛也是留着，等一下再处理。来，下次字要写大一点，字要再写大一点，好。你喜欢甘疼啊，不喜欢直接咬掉、啊、好，你的字写的还是有点太小，要大一点。没问题的，就把刚刚我黑板上的那一题结束掉。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嘛，就是你把这一个继续把它完成。来，你要写那个新的题目。没问题的，请你把这一题把它解完。啊？对对，要先把这个，就先这个要先 OK， 这个要先 OK， 慢慢来就弄清楚。豆豆来，就你必须要非常清楚你在写什么，你要像重光一样，就是有点不太清楚，你就要问，就是想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，啊？哈哈哈对，是写成像那个格子，写成可以画图的样子，写成可以画图的样子。先把这里解完，先把这里解完，空格填完。要写到这里才算写完了，要写到这里才算写完了。你写错了，你自己看看你错在哪里。写错我要吧。你写错了。韩国大放送。你跟他犯类似的错。我们来看一下青木会写对还是写错。他写得很整齐耶。
他的他的整齐度是排名前几名？才不是，试看看，甜甜看。啊？那个慧心跟嘉欣看一下自己错在哪里，先不要请别人帮你看，你要先自己看。你有错的地方。因为我出的比较难，因为我出的是副食嘛，对不对？副食比较难。哎，不行，我写的小少。这样吗？更完整。你也是没有写完整。你看我写的很整齐啊，我还有画格子，你看。你完全正确。这也是一个。你不要看别人的，你我说最后要写到这个样子。那你说这题写完要写那一题？对。画表格的意思。画表格。这两个一模一样，加起来要变他，对不对？老师有参加训练。这两个加起来不是要变他吗？所以这两个一模一样，是不是就要除以二？赶快你数啊！所以这个空格应该填什么？五。可是那是负十啊，对吧？所以你要写对，就负五负。啊。啊，这哪填好？这是不是填好？嗯，这是运动负。对。啊，会当算的来去算算。加负是吧？你感觉嘞？等一下，乘法哦。那你做乘法，嘿。OK。好 ，OK。哎，好。其实不能说你们错了，就是你们格子填对了。来这边负十，这两个一模一样，所以你要把它除以二，所以这边就负五负。那这两个是从这两个来，所以当然一模一样。那但是这一个是这两个乘起来，所以应该是二十五，不是负的。对，不是负的，二十五。可是这一个是我突然给人家加的，对不对？我的题，不能这样讲了，对不起，不能这样讲。因为我的题目是这样出，所以你回答这样应该就完整了。你回答这样就完整了。可是如果我说我没有这一个，我的题目如果是这样，对不起，我的题目出的不好。我的题目如果是只有这样，我的题目如果是只有这样的话，你就会说好，你需要怎样？你需要加二十五，对不对？然后要马上怎样？扣二十五，理解我在讲什么？然后这三个就可以并成什么 ？x。减五的二次方，然后再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怎么算。所以这两个 x 二次方加四 x， 我要配多少才可以变平方？二。那个二怎么来的呢？四的一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配四的一半的平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配四，了解哦。可是你人家配这个东西，你配的这个东西。你就要马上怎样？扣掉原来的加三，不理它，因为我在乎的是未知数，可以哦。然后前面这三个就可以被我并成什么？你最好对齐写，这样你们比较不会写错。一开始啊，这三个对齐，我可以写成什么 ？x 是怎样？加二减二，加二还是减二？加二的。平方，然后后面就是减四再加三，所以会变怎样？减一，来把这个写完，自己写哦。然后呢，就请你们把这个图画在我现在发的表格里面。加几张？对，一人一张。画在，比如说左边第一个，因为你们有四个嘛，方便我教学用而已，懂吗？先画左边第一个，一面不是有四个吗？
有名字的那一面。那随便一面，然后呢，先第一个。先写名字。先写名字，那一面就是你的第一面，对不对？两面都写了。两面都写没有关系，反正两面是一模一样的。也就是我可以用八次啊，这样懂吗？哪一面是这种？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挑一个画图，把这个图画上去。我上礼拜有教你们不需要表格就可以画图，对不对？就是不需要，我不需要这个，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图画在。想一下，怎么画？你已经有它了，对不对？有它之后，你要第一个要画图之前要先抓什么？左边、右边。先抓顶点，对不对？先抓顶点。顶点是二。顶点是多少？二。到底是负二还是二？负二。负二，因为他偷跑，对。对。他偷跑，所以应该是负二，负一。他偷跑，他记录的时间比人家短，所以他才需要加秒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要先抓。你有 X 轴，你有 Y 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先把这个点出来，负二，负二，然后负一，所以你应该先点出它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这一条不就是对称轴吗？这条对称轴叫什么名字 ？X 等于负二，就这么简单，因为它在这条线上，可以哦。这条的是挖里的边，左右是看 X， 挖里的边。X 在讲左右 ，X 在讲左右，所以我在左边负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最后给你拉你想得好。X 在弹左右 ，X 在弹左右，所以这条线是你的边，在左边，所以叫负二，可以吗？然后接下来怎么画呢？首先这个图我会拿来跟谁比呢？我会拿来跟谁比？对，我会拿来跟 y 等于 x 平方来比，知道吗？这个图和这个图安怎？一模一样，因为因嘞加速度一模一样，伊的加速度嘛是一，了解吗？一的两倍了，其实刚好两倍了，是这个的两倍了。好，反正这边可以看加速度，这个不要讲太多。这边没写就是一。这边没写也是一，所以他的图跟这个图一模一样。既然是跟他一模一样，就用它来画它就好。我们不是有背过吗？不用背嘛。对，是一零一四，会画吗？好，没关系。啊？四一零一四，我们是这边的号码，他没有光跟我走哎。你也不用背了，你也不用背了。这个我会先抓的是零，然后呢？一二三。其实我们抓五个点就够了，好，抓五个点就够，然后呢？下面这个多少？一四 ，OK 吗？既然那个图跟这个图一模一样，所以我画法就跟它一样。所谓的一样是整个的变化过程都一样，了解公式吗？这个图形的变化模样跟它的变化模样一样，只是我画在不同的位置，可以吗？理解吗？可以吼。好，我还要求自己要讲慢一点，啊，可以吗？老师，你好，怪声老弟。不要头插头发太麻烦。哦，我不会喜欢那种动作。哈哈哈哈哈。我对那个没有兴趣。啊，以前会喜欢啊，感觉这样甩马尾好像很美丽的感觉哦。
以前会有那种感觉的，就是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。我的眼睛也照撞啊。就是大概在你这个年纪，大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会觉得长发飘逸漂亮这样。剪了短发之后，就觉得短发才是我。所以老师，你有留过多长的？到这里啊，很长啊，很长很长很长，来，好，好那个，可是其实你也不会来看这边 ，OK， 来，首先这个图跟这个图，所谓的图跟图一模一样，就是所谓的图跟图一模一样，就是从头到尾它的图形变化样式都一样，了解我讲吗？知道意思吼？所以图形一模一样，是我怎么变你就跟着我怎么变，这样懂意思哈？嗯，比如说了哈，就是你看，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，哇，帅啊！对，刚刚这边没有画到，就是这条红色的跟这条黄色的变化从头到尾都一样，要不要跟我讲吗？嗯，在相同的时间，就是相同的时间，相同时间差距的时候，它的变化是一样的，所以它图形画起来会一模一样，可以吗？哎，不是视觉，它真的啦。其实我刚刚这边没有。好，你那里比较瘦啊。好，因为我没有画好啦 ，OK， 有时候视觉会骗人嘛。好 ，OK， 所以既然这两个图一模一样，对不？啊，你我就当把这个画法直接画到那上面就好了。嗯。啊，这安怎画的？这个是安怎画的？所以所谓的一样是指变化一样哦，很重要。嗯。这个的图跟这个的图一样，所谓的图一样。图一样。所谓的一样讲的是两个字，非常重要。变化，整个的变化过程一模一样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会怎么画呢？变心一下，变化，变心，哇，好强啊！好，变化，好，所以开始哦。这个是我的顶点，对不对？那它的顶点是不是在这里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开始，我要用变化的方式去想，我要用变化的方式去想。所以我人按那边，你得要按那边，对吧？了解我讲吗？所以，我若变一格 ，X 如果变一格 ，Y 就要怎样？变一格。所以第一个点出来了 ，OK 吗？跟得上吗？跟上。接下来，一样哦，焦点在这里，对，你也可以从这里看这里啊，也可以啊，但是我喜欢这样看。因为这样就不用背，因为一平方一，二平方四，这个很好记，了解意思吗？然后 V 加告这边变两格，对不对 ？X 变两格 ，Y 就变几格？二得四，有看到吗？有。所以 X 从这里开始哦，从这里开始哦，你一定要讲清楚变化是从哪里看到哪里，了解吗 ？V 加告加起来变两格，对吧？要么个 Y 呢？四格，对不？因为二平方嘛，对不对？了解在讲什么？所以四格，我来往上数几个。所以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数到四就够。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格子是我想要画到哪里，我才画到哪里？我不是一开始就这边画了二十格，这边画了二十格。我需要到哪里，我就画到哪里 ，OK 吗？好。所以。这边我 X 变动两格 ，X 变动两格的时候，我 Y 变动几格？四格，所以往上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了解吗？接下来是不是直接利用它的图形是对称，对不对？你要想象一下它是左右对称，所以这条给你一些花点解的是。所以接下来我又需要 X 往右一格 ，X 往右一格的时候 ，X 往右一格的时候，它也是要往上一格，对不对？了解吗？因为负一平方也是一嘛，很好，所以这边又点出来，然后继续，好，还需要一格，对不对？
如果往右两个的时候，如果往右两个的时候，注意，我从一定要起点从这里哦，因为变化呢，那咧讲的变化是，我是为这里开始看变化，你是从这里开始看变化，为倒位开始看是重要的，了解讲啥？好，所以为啥开始我往左边两个，我往左边两个的时候 ，x 的变 ，y 的变化一样是四，对不？所以讲，我往左边两个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往上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这都有参考啊嘛，对不？所以你得看到伊是同款的。啊，你五点了后咧，接下来请你们画一个漂漂亮亮的图，好不好？你先用点的，这样是不是就很漂亮？然后再用画的，因为点的时候比较容易弯曲。没有，这样反而快。你有没有发现你们那个直接画怎么画都画不好看？有看到吗？怎么画都很丑，结果这边一直在那改，反而更花时间。来，先把这个图画。然后那个整个图形要连起来。先点，然后再先点，大概的点一下，然后再连起来，要画得很漂亮哦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，我们是那个你懂吗？对不对？老同学，请你们把这一个写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一个找空位写一下。好了。哎，对，直接写在。不然你写在什么上面？直接写在你们刚刚，你们就直接写在你这个。对，直接写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个写一下。因为我们是用那个在画图的，然后请你把这几个字写在它的旁边。我们是利用我们要画的那一个，我利用跟你的图一模一样。那什么叫做一模一样？变化相同。所谓的图形一模一样是指变化相同，那我们的变化是从顶点开始看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从顶点开始看 ，x 怎么变的时候 ，y 就会跟着怎么变。我们是看变化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只是抽样，所以你的图形不能这样画，你这样画是错的，懂吗？要拖出去。因为你只是从里面抽样而已，明明应该很多点，你只是抽了五个点画下来而已。可是人家，你这五个点的外面还有，所以你要有延伸的感觉。你不要跟他停一下，好，不要跟他停一下。有蛮多题目哦。老实说，你把图形画完，这一题很多东西都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会想要问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会想要问最高最低，对不对？对称轴。对称轴，好，比如说对称轴不就解决了吗？对不对？对，也就是说对称轴是让你看哪里、啊？它的顶点。有顶点之后看顶点的 x， 对不对？看顶点的 x 嘛 ，x 的来判断它在左右嘛 ，OK 了哦。过来，所以对称轴就这样写哦，你就写 x 等于负二就对了。啊，有时候他会把它改写为，因为 x 等于负二，就是在讲 x 呢加二就会等于零，干不是？所以我当下也按那下 ，x 等于负二不就在跟我讲说，因为 x 等于负二嘛，啊，所以讲 x 呢加二就会变零，相反数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了哈、哦。所以你快的，记得很快的，记得是变艺术哦，艺术赶快呢，可以哈、哦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还会想要看什么？刚刚你们说的最高最低点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最低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开口向上嘛，对了哈。哎，开口向上了，它就会一个最低点。我们这时候就会想要问最大值还是最小值呢？最小值。因为哈，这图形是这样嘛哈，这图形是这样出去的，所以这图形上的每一个点，它的 y， 每一个点它的 y 都会对到我的 y 轴上，对不对？任何一个点都会对到 y 轴上，了解在讲什么吗？那这些上面的任何一个点，它的那个 y 的答案都会对到 y 轴上。我们会发现它的 y 的答案这个点是最低的，了解吗？所以那哪来讲？
这个点是上低，其他拢是会较悬，对不？对过来拢会较悬，有无？所以，我来讲，因为对竖线来讲，这点上低，我们就说这个点的位置就叫做最小值，请你写上去。这个最小值我们就叫做负一，写上去，就写在图形上就好。对过去哦，你要有对过去的感觉哦，就是对过去，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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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对过来，好，点点点点对过来。因为这点上低，其他的吼，其他拢会较悬，其他的歪你啦，你啦，你甲你甲对过来时，其他的歪你拢甲对过来，好，拍摄。其他的图形上面的每一个点，当你把它对过来的时候，移动也比这个还要高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讲台语比较好讲。没关系，就等台语。刚刚讲台语讲的有点勉强。勉强，对，因为我不太会讲台语。因为讲的啊，还是有点水饺啊，还是有点台语。我台语确实不太练凳。他只会讲他们家的菜单而已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不看 Lex 啊？为什么不看 X 啊？因为那是泰国啊。这个图形会一直往外。你可以看到 X 的最小吗？有最大吗？跟它没有相交。没最大也没最小。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。如果你看 X， 你 X 会有最小值吗？以这个图形来讲。会啊。有最小最大吗？为什么？因为 X 轴跟往上，然后呢？没有焦点，一直开是重点。一直开，是不是一直往右、往右、往左、往右开？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。所以我唔知，所以我唔知影这个会开到倒位，对不？我嘛唔知影这个会开到倒位。所以你能够抓最大，你可以抓最小吗？对，请把箭头画出来，所以我没办法抓最大。注意看哦。所以你把箭头画出来，就是，所以那个，X 没大，没大。然后这边就 X 没小。好，就这样。就是没大没小嘛。可是呢？可是呢，我们是有那个，因为它是一直往外开嘛，了解吗？可以哈，你图形是一直往外开出去，可是往外开你是越开越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 Y 可以一直高上去嘛，所以我们会这样说。我们就会说，这个方向呢，那这个方向我会说 Y 没大。Y 没小吗？有 Y 有小啊，因为啦，这个冇白来啊。因为 Y 多好滴到位 ，Y 这个叫做 Y 有小 ，Y 有小。因为这里就尽头了，对不对？图形好好的画哦，图形好好的画，因为 Y 有尽头嘛，叫有尽头，所以 Y 有小 ，Y 没大，也是 Y 有小，可以吗？字写好，字把它写好。青木很聪明，你们刚刚我叫你们写这个，对不对？小小李哥子。对。你马写安尼吗？啊，我买搞你毛，更加叫你毛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好，因为那个，真的吗？你是因为怕被我骂？好安尼吗？是吗？我那么喜欢骂人吗？有。有。好。这是同学，这是会过来。同学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慢慢来。来，对称轴还没写的，把它写出来。对称轴。对称轴，来，同学，请你把那条对称轴，来，这一条对称轴把它画出来。那是对称轴。这一条叫做 x 等于负二，或者。写成 x 加二等于零，两个写法你都写在旁边，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写法。你写上面写下面都可以了。这条对称轴，这条对称轴，各
来，那图形我们会喜欢看什么？你如果是考试的老师，你会喜欢考什么？你直接看这图形，老师会喜欢考哪里？我想考圆点，我想故意考最下面，最下面那个考最小值。这个我们考过，这个我们讲完了。最大值还有，我们会考哪里？对称，左右一样。我们会想要考焦点。焦点。我们那个图形最喜欢考的就是焦点。新闻焦点。图形。对。焦点。焦点。焦点。跟谁的焦点你知道吗？ Y 等于 X。跟 X 轴。还有跟什么？ Y 轴。所以我们喜欢考跟两轴焦点。焦点。焦点。哎，少了一个字。可是你平常写字都写这样。对啊。对，我的字一向都是这么好看。鱼两轴，鱼两轴，鱼两轴焦点。好，两轴当然指的有一条叫做 X 轴，对不对？一条叫做 Y 轴，来。你们应该都有答案，来自己写哦，自己写。应该还有空位，同一个格子里面，因为你那个你现在占用的这一块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块不是有 X 轴跟 Y 轴吗？其实你有四大空位可以用，对不对？请你善用这四大空位，看你要放在哪里都好吧。好 ，OK， 那你还有最后的第四大空位可以画。第四大空位还没弄完，快了。你速度太快了。他只用到两个，你用到快四个了。谁？我是字比较大而已。写啊，那吗？啊？把这个写一写啊。那几个字写下去啊？对，然后这个的后面要自己填，这个后面也要自己填。然后先下课休息。写坐标，写坐标。